老师，老师，学习钢琴具体有哪些好处呢？随着这个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，社会对于钢琴音乐这方面的一个认可度也是越来越高的。特别是对于我们很多家长而言，最关心的一个问题，是否能够加分？我斩钉截铁的说，是绝对可以加分的。初中升高中的时候，比方说我们四大名校雅礼，是吧？他就有他的一个管弦乐团。你没有钢琴基础，你去学习这些东西，会非常的吃力。但是如果有钢琴基础呢，学起来相对来说会容易很多。其实学习钢琴对于考大学来说是特别有帮助的，它是所有音乐类学科的语文基础学科，所以说钢琴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，对你的升学确实有很大的帮助。湖南省演艺集团。